各位孩子们早安，我是老爸，今天来到工地。嗨，女工头，你在干嘛？我们今天要来开我们所有的灯具，我们从淘宝订了我们之后家里要用的灯具，已经全部都在这里了。你看他说所有的，明明就不是所有的。没有吗？没有。所有的这种砍灯啊，砍灯我们都还是在台湾买啦，因为就变其实价差没有很大。可是我们今天要开箱是比较属于造型的，就是我们这次的造型灯没有说非常多，不过我很建议啦，其实你现在在台湾的一些虾皮买的很多，其实也是从大陆过来，所以我们直接从淘宝买。我们总共好像买了5件欸，都是由新年蔡依林挑选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我。你有挑选吗？我有挑选我的新装。我们其实这一天有花了很多时间一起讨论灯具，我们大家其实都已经讨论好了。那、我们没有让你决定，因为你只要负责付钱。每次都有付钱。对、我们今天呢、来的两箱灯具啊，是这一箱跟这一箱。今天要开这两箱，里面有5家的东西，我们是透过转运运到台湾的。今天应该是我们有关装潢的大小事的第二集，第一集是油漆，如果对油漆有兴趣的，可以点上面连结。今天这一节我们就来讲讲灯具，就是大陆来的灯具到底好不好。今天这两箱是灯具，然后下面这个是免治马桶，米家的免治马桶，这之后我们会分享。这边有两个米家 LED 的吸顶灯，我们打算放在阳台，这些我们都会之后再分享。那今天主要就是开箱这两箱灯具。你要说什么？我们礼拜几订的？很快啦，大概5天左右就到了。对，差不多5天啊。好，放在厨房板开箱好了。第一箱总共有5件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分了5家买，在一起集运台湾。好，看一下吧。我没有特别看谁的价格比较便宜，可是很多东西都是很多家都有卖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就是再用以图搜图的方式，或者是找相似款、找同款的方式找到价格比较便宜。我要怕我放保丽龙保护哎、其实现在大陆啊，他们包装都不错，不用担心集运回来台湾这一段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哪一个？这个是主卧室的床头灯。主卧室的床头灯哎，看起来蛮美的，我看一下，质感还 OK， 没有想象中的不好。那后面那个很像像，这个是220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不记得。我看一下，你老公付钱，当然不记得。这样子，它是这样子。可是其实床头灯我们那时候找了蛮久，想要找到比较有触感，是蛮重的。对，它其实蛮重的，然后它按钮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按钮在那边。好，床头灯，床头灯，我看一下多少钱哈，等我一下。这个灯的质感其实相当不错，它蛮沉，这个应该大概700-800公克有。对，它是金属的，然后这边啊是有点镀，这算什么？玫瑰金哦。可是远远看是非常好的，可是你细看啊，就是一个普通的灯，毕竟啊，它不是说真的非常非常的贵，多少钱？它是268块，260就1000出头啦。对，它其实这个灯啊，这边会亮，这边也会亮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对，它其实是两个光源，这边是 LED， 这边有点像是黄光这样，所以它是两边的。那它其实就是两个颜色，对。不过比较特别，这个是220电压，所以你在配电的时候注意，床头也需要220的电。好。下一个，这感觉是一个圆形的感觉，看一下，是厨房的。哇，餐厅的这个是很美的。哇，这那边有副灯哎，该有质感不错，有副两组灯啊。哎呦，差点爆掉，两个灯泡。它灯泡好酷哦，是这种形状，圆柱状的，对，有两个灯泡。可能它也有考量过设计的那个。好，马上拿出来，把一个打开给大家看。这两组是吊灯，然后它有副线。哎、这个里面是烤漆，蛮漂亮的。这个金色感觉是有点那种，这也是玫瑰金的这种感觉。对。哦，好，拿起来了，它是这样的吊灯。这是我们餐厅的吊灯，可是我最喜欢的是里面，拿高一点，我看一下。对，里面这个金色应该。这是吊你的帽子。你的帽子哦。哎，你闹那么大，那姐姐你要不要戴帽子？配合度很高哦，两顶帽子。好，你们要等我们通通开箱完才拿下来哦。好吧，这是第二组，你猜一下这组多少钱？记得这组也不贵。它的乌龟壳，还有它这个也是两个颜色，可是它这样写5.28到1.2。我们买的，因为它有分尺寸。对，我们买的是中间的尺寸啊，它总共这组灯有3个尺寸，我看一下多少钱。它有小的、中的跟大的，我们买的是中的。中的，来选择规格。
加入购物车，他会叫你选择规格。我们买的是中号，白色中号，这蛮便宜的。这105，所以这一盏灯大概就是400多块，500块啦，算它加完运费可能500多块。而且重点还有附灯泡，真的很便宜，而且蛮漂亮的。其实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在就是选购灯具上，你可以先看一下别人的作品，就是别的设计师的一些作品，然后你可以用以图搜图的方式去找到你要的灯。而且重点是你会发现，其实设计师的作品很多也是淘宝的灯。真的，你们会发现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就不讲是哪个设计师，反正就是这样。大家真的都可以用以图搜图的方式，你觉得灯好看，你就去淘宝找，都找到。而且你看到那个价格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天哪，怎么这么便宜？这种灯你在台湾买，如果是进比较有品牌的那种家饰店啊，一盏可能要2-3千。那时候才能拿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是什么？对，这是三件，三个还两个，对，一起集运回来的。对，好，来看一下。这两件的运费啊，总共花了大概，如果我没记错啦，大概是在1500台币左右，平均就是每个东西再多个100-200块台币这样子。我们先开这个，粘在旁边感觉比较小小。对，这个小包包、小盒的，看一下是什么。好，比较小。看我们的床头灯，坦灯吗？啊，圆柱灯是不是？感觉上是，因为这有好几个，有三个。哎，打开来看一下。好，我来看一下 LED 射灯，对，那个圆柱灯。对，圆柱灯。是我的吗？这圆柱灯我也是参考了别的设计师用的，找到了我觉得一模一样的款式。花了一点时间找。它里面啊，外面是黑色的。对。然后你最漂亮是说它里面这个是有点金色的感觉，所以它整个质感是很好的。而且它里面是有纹路的，你看。里面是有纹路的吗？对啊，对。哦，很漂亮。它上面本来可以加一只鸟。对啊。可是这个你是不是跟他说你要110？这个是220的，这个是220。可是它这个灯啊，当初买的时候啊，它有好几个瓦数跟好几个 K 数。那我选的是4000K，因为我不想要家里太黄，然后是选12瓦，是它最亮的。可是感觉上啊，这个灯啊是不能换灯泡，如果坏掉就是整个灯可能就要一起换掉。感觉上是这样。这多少钱？看一下。这个灯113人民币，所以等于含运费遇到台湾大概是600块。这个灯我们是预计放在可能进来的玄关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走廊比较矮的地方，那希望它有别种不同的质感。因为它其实像这种他们叫做射灯，我们叫做筒灯。那他们的射灯呢，有射很长的，这是属于比较短的。跟我一样吗？射很长。看了瓜子说年纪大了都射没有那么长。下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小朋友的，昨天破了。在哪？化妆台的哦，化妆台的灯哦。对，我们主卧室有个化妆台，然后他想要化妆台的上面有吊灯。对，所以我选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颜色，这是水泥色。这是水泥色。然后怎么感觉这样受伤了？这样合理吗？你看哦。这不合理吧，爸爸？他是故意的啦，他这个是圆点，而且故意深浅不一样，你远远看不会觉得。真的吗？这已经是故意的啦。是哦，因为上面没有嘛，要么就整个都这样。对啊。然后到时候它是吊灯会掉下来。对，是吊灯。像这样。我有第二集帽子。啊。那这个呢？这是220的吗？这个是如果是有这种1、2期灯座啊，就是220跟110都可以，我们只要换灯泡就好。这个我记得也算蛮便宜的，我来查一下多少钱。我又有第二期了，第三期。这个是这个水泥色单头的嘛？这个对，它是118块，也很便宜耶，就是算120块，就700-800块台币啊，加完运费非常便宜。哎，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的床头灯？应该是在这一箱吧。哎，那怎么感觉很大？对啊，他们床头灯不是应该最小吗？我们箱是最大。不会买错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会不会给我寄来一头牛？然后出来就是一头牛，牛又不见了。这家感觉比较高级。对啊，他们这个。对，还有送赠品。哇，这家很用心哎，附的这个小明信片真的很可爱。他们有送赠品哎。送什么？还有送餐具哎。对啊。啊，这个也是什么？都是送的吧？还送汤匙哎，这家包装真的很用心。
哎呦，这给你开，这好可爱。真的，这个明信片上面写卖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遇见眼光相似的你。它的背面啊的明信片，哇，写了美好的相遇，开了一间小店什么之类的，哇，这真的很加分，超加分的。这个可是这个怎么这么大？买错尺寸，这有点太大。啊哦。对啊，哦，我没有看清楚，这是妈咪挑的，要也是可以啦。啊，这个帽子比较刚好啊，这有点太大了。那这个可以放在哪边？这个放我袋，你的工作室。打开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质感怎么样。好 ，OK。我记得这个也不贵，也不贵，有人当机了，也不贵。看起来没有很大，季雅人送蛮大一个。这样多少钱？200块。我们当初买的是没有小鸟款的，普通的。对，按一下。128。哦，这个稍微贵一点。这一个这样子，一个可能加完运费大概是在800-900台币左右。对，可是它有点出乎意料太大了，到时候再看看。对啊，我觉得还 OK。这两个给我盖家。然后最主要今天啊，我们全家又把一些东西慢慢搬进来，有一些智能家居的东西啊，是我们上次买的。然后明天呢、啊，系统柜就要进来了，所以我们要把一些电灯跟开关通通搬过来，让他们施工。我的窗帘呢、啊，也都有留220的电，可是我的电动窗帘还没买，之后再慢慢买，因为我快忙完了，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。最后，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啦。老爸的影片已经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老爸的。My life was great till you added colors.